米最新动图的米家无线洗车机来了，拿出我的金剪刀，打开呀、啊，搭配了这个六米的一个管子，整体看起来非常的简洁大方啊。颜值这么高的米家无线洗车机，水快插接口安装非常简单，进水锅的头能够过滤水中杂质，直接把它放水中，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洗车喽。零度模式可以清洁缝隙，20度模式常规清洗，40度模式大面积清洗。花洒泼沫模式可以喷洒泼沫，加点清洁水蜡能够把泼沫均匀的喷洒到我们的车上啊。泼沫清水能够自由切换，非常方便啊。高压模式排气上的油漆能够清理掉好几年的庭院顽固污渍，高压模式也能够轻松清理，清理完以后真的是崭新如初啊。来个西瓜试试吧啊，这牛掰了，瞬间爆开啊，这水压真的非常厉害啊，像水刀一样切西瓜完全不在话下。嗯，还真香。我们还可以用它浇个花，哎，浇个草的，哎，非常方便。RPX 6G防水，我们可以全身水洗。2000毫安的电池，没电了，我们这么一旋，拿下来直接就可以充电。Type C 的充电口，1.3个小时就能充满，好吧？今天的视频就拍到此啊，这么好用的米家无线洗车机，你想要吗？